来看一个例子。New file，我们如果要印出一到十的数字，我们可以用回圈。前面已经弹过一个回圈，叫做 while loop。那现在要弹另外一个回圈，叫做 for loop。for loop 要给它一个变数，那个变数主要目的是要控制整个回圈要跑几次。那我们可以说变数名称叫 i。它是一个整数型别，那我们在一个范围里面，所以我们用 in range 函数。range 函数它有三个参数，其中一个参数也就是这个 step，它是 option 的，那它是 stop 还有 step，所以一般我们用两个就可以了。那 step 预设是一，就每次增加一。那我们开始，例如说我们要一印到十，那我们试试看，一逗号十就是 star 跟 stop，然后一样 for loop 它有所谓的内部跟外部，所以我们要用冒号。那接着我们想把每次执行的时候，我们把变数 i 把它印出来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。那我 run 一下，所以按 F5，让储存一下。那我储存一个名称叫做 for loop。好，那执行，那执行的结果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。执行的结果它只有印出一到九，没有十嘛。那如果我们要印出我要印出，假设我要印出，这样子，因为我每印出一个，它就是一长条的嘛，所以它总共这个一到九是因为它没有包括十，它印的意思是小于，不是小于等于，所以一开始小于等于。那我们来印出来，假设我们印出一个 star 是自算，所以我们用这一个。所以我们把程式改成这样，所以我们按 F5 来执行。那它会印出来一样，因为这个个数跟这个个数一样，所以就是做九次的意思。从一到小于十的时候，它做九次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三角形，好，四个，以此类推，第一次印一个，第二次印两个。然后以此类推，这样的一个三角形。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横着印。所以假设这边是十个、九个的时候，我们要横着印一长条。那该怎么做呢？那我们用字串的累加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字串。那字串它可以是一个变数，所以我们宣告一个变数叫做stream temp。那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给它空字串，空字串就是两。引号里面是空的，所以这个叫空字串。那所以程式一开始它是空字串。那每次要执行的时候呢，我们每次把 stream temp 这是一个变数嘛，让它等于自己加上星号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是空字串，所以它这是把右边的值指定给左边，所以它会把这两个相加，空字串加上星号就是一个星，所以它就变一个星。那第二次在做的时候，那这个是一个星了，这原本一个星，所以就变两个星。所以以此类推，这跑九次以后，我们把它 print 出来，我们 print 一个 stream temp。这个变数名称哈，变命的不好，这个是骆驼式命名法，我们使用 snake case。的命名法符合 Python 的要求，所以我们用两个小写，中间用underline，所以我们用好这个。那注意的是，这一个是要整个做完回圈以后再印，所以这个不能缩排，因为它是属于跟外部一样的阶层。这个是 for 回圈内部的所做的事，
那累加完了最后我才要验出结果，所以我按 F5 执行。好，那这边有错误，我们看一下错误在哪里。他说啊，我用错了齁，这里没改到。他说这个变数没有被定义嘛，所以我们底线 temp， 那这里一样底线 temp， 好 F5。好，那这边你仔细算一下，它应该是印出九个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要印出十个的话，那其实我们一般从零开始好了 ，index 从零开始，那就总共是做了零到九嘛，两个端点都算，所以总共是十次。好，所以我们按一次，所以这应该照理说有十个。好，我们为了简化，所以我们把它印出五个就好。好，我们印出五个一样。在 F5， 好，那我们仔细算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总共五个。那如果我们要印出第一次，像刚才说的，第一列一个，第二列两个，以此类推，总共有五个列。那最后一列是五个，那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直觉，但是比较笨的方法。所以我们 copy 了一份，那第一次当然是到一嘛。好，那以此类推，那第二次到二，那第三次就到三，所以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程式码。所以这边我们再贴一下，这边是到第四，好，好，那这个当然是可以执行的，我们run一下。那也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错误，我们再来看怎么解决。好，那看起来是样子是对的，但是它为什么第一个是1呢？第二个是 3， 然后接着是更多啊，看起来眼花了。这个是 6， 啊，然后接着不知道是多少，肯定是超过5个。那这个我们回头看我们的程式嘛，啊，我们用的变数一开始是空字串，但是我们第一次印出来以后，照理说印第二列的时候我们要把它清空，我们没有清空，因为这一行没有做，所以我们把这个 copy 一下，到每次印完的时候我们都做一次。好，每次印完的时候，每次印完 string temp 的时候我们就做一次清空这个变数的动作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再看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。好，那这样就很完美，就是我们的要求。最后一个是五个嘛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列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五个，然后这样递增上来。那只不过这个程式码当然是不好看，因为重复的事情太多了。但是我们仔细看的话，它每一个小单元，如果这个称作是一个小单元的话，每一次的小单元它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就是零的地方都是从零开始。那只有这里是会变动的，那变动是从哪里到哪里呢？是从1到5嘛。好，那1到5的话，其实我们一开始就讲，那我们如何印出来1到5呢？我们如何印出1到 5， 对不对？我们先写一个印出1到5的，假设我们写一个 for 回圈，j 好了，第二个变数嘛， in range， 那我们是要1到5啊，1到5的话而且要包括 5， 所以我们说0到5好了。0到5的话它就是0 1 2 3 4嘛，对不对？那我要 print j， print j， 那 print j 就是0 1 2 3 4， 但是我们要的是1 2 3 4 5， 所以我们就把原来的变数加1。那记得 for 回圈后面要有冒号，那我们 run 一下。那这样子就12345嘛，对不对？这样是我们符合我们的要求 ,12345。那刚好这个 12345, 如果可以照这样做，每次一这边改变一，这边改变二，这边改变三，然后一直到五的话就达成我们的要求嘛。所以我们把原来的程式码再改一下。那这个我们称为两个回圈一起用，我们叫做所谓的 double loop。那它有所谓的 outer 跟 inner,outer 是外部回圈，inner 是内部回圈，那这两个，所以我们
一样用这边这一段哈、哦，这边这一段，所以我把后面的把它移开，等一下我们整个写完再把那删掉。那我希望它进来的时候，进来这边内部回外回圈J的变数的时候，然后我们要再跑一个回圈，那就是这一个。所以我们把程式码稍微改一下。好，那既然是回圈内部，请记得要缩排，所以我们把这个缩排。好，所以希望说它第一次进来的时候，这边是0到5嘛，那这边的变数要是一，刚才我们做过了，所以我们是用 J 加一嘛，对不对？好 ，J 加一 ，J 加一的话，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是取得 0， 所以这边就是一，0到1，所以它又印出一个信号，然后就把它印出来，然后把它清空嘛。那所以这里要接成是要跟它内回圈是一致的，每次清空。好，那这样子其实就做完了，那我们其他的就可以把它删掉。好，那这样子是否完成我们所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 check 一下。好，我按 F5。 好，那这样子就是我们所要做的 double loop 的一个简单例子，让我们可以印出我们想要几个，我们就改变这个数字就可以了。例如说我们要印 10， 所以按 F5， 好，那它就印出来。那你仔细算一下应该是没有错，因为前面5个的时候没有错， 10 个的时候也不会有错。好，那这个例子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